Just another sunny day in Southern California. It's where the people came to play.这一次我们在剪辑的时候，也要把声音给加进去，把声音给加进去。然后拍到 B 的时候，靠近。拍了半天下来啊，其实这台稳定器大致上来讲非常的滑顺。个人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啊，虽然说它这个变成那个碳纤维，它是真的还蛮滑的，所以说希望下次自云它可以改进一下，看这边需要设计一个防滑的一个止滑握把，或是你们可以去买那个 small rig， 这样两只手握下来，它那个防滑效果应该就减去一点了。之前上的算是初阶的课啦，然后现在是有点再进阶一点点，讲很多的就是更细节的东西，很多技术层面的东西，其实在 YouTube 上面都找得到，实际用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。第一天是真的蛮充实的，可以学习到蛮多细腻的一些技巧，就是单单只有在网上可以去学习到的。第二天 Chester 讲过课之后，就会比较知道以后要怎么做。像我是从平面转动态，动态跟平面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我会继续加油。
谢谢Roy找我来，然后谢谢 Chester 收留我，谢谢 Andy 帮我剪影片。学习之外，又可以跟大家交交朋友，然后找到一些摄影剪辑的同好，我觉得很棒。